嘿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阿龙啊。那欢迎回来我们逃脱者二的时光。那今天呢，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要来玩这个福库金号军舰这个监狱啊。那这个监狱我已经实际上摸了一次，因为这个监狱是一个现实监狱啊，所以呢，就未免说太方将或者是怎么样。那我就试一下，先玩了一下。那这个地图还蛮怎么说，看运气的。那这边我们先选择一个新的船长吧。对，那我就是没有遇见过其他的犯人，就只有我们自己一个。这个地图非常之简单，那也因为它是现实式的监狱，所以我们一直进来就把它给通关看看吧。啊，那开始吧。哎，那动画看完了。那刚刚动画里面呢，不是有一只水上摩托车吗？那还是水上机车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逃离的重点了。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逃离这边。那这边他说锁快呢，那所以我们是可以离开这边的啊，自由的离开牢房。不过呢，哦，螺栓啊，不是，那这个逃狱方式呢，一开始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要跟警卫正面对决，抢他的衣服跟这个，抢他的衣服跟这个警棍啊。那我们就是要伪装成一个警官这样子啊。嗯，好难打。那这个比较看那个，这个怎么讲啊，技巧。一开始差了，没有血啊。那这边只要我们拿到他的衣服跟警棍之后呢，我们基本上就在这个监狱呢就不用躲来躲去啊，就比较说可以自由行动一点，就不用好像在玩潜入游戏那样躲来躲去那么麻烦。那我们再拿个武器试试看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很难用啊，说真的。我之前是在这个工作台上拿到一个碎玻璃，非常非常的实用好用。所以我就说刚刚会说这个地图比较看运气，那就看你一开始有没有办法拿到一个好用的武器啊。既然正面没办法打赢他的话呢，我们先要个弩吧。嗯，对，这边有一个警卫，叠在一起啊。啊，这边就是医疗工作团。哎，我们都被没收了盔甲啊，半球冠啊。不过半球冠这个，等等，我们走这边。哦，他在这边呢。OK， 他走过去啊。
那我们刚刚被没收的东西应该在这边了啊，果然。嗯，熟知符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，这个应该比较好用一点点了啊。这个在楼上。嗯，锤子之声。嗯，抱歉，突然间喉咙不舒服。OK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一卷胶带吧。那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防御力，就不用这么、辛苦了啊！快点，我们之中有人有家可归。What do you say？ 那这边应该是多人的逃狱方式吧？我们先要进去这边。嗯，这边我们就不要进去了。好，你看这边应该是舰长室吧，给我一卷胶带好不好，先拿到碎玻璃啊。不过碎玻璃跟我们这个一样，伤害比较低，速度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就不夸了啊。结果都没有拿到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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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来这边打架吧。哦哦，哎哎 ，hit and away， 哎，走喽！那那那那那，打不过我当然就跑了，谁还要打你呢？对不对？他追到一半不追啊！哦，哎呦，好险啊！嗯，结果我们没有拿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，而且还把这个医疗箱给用掉啊！哎，他又进来了，我们躲进去一下。嗯，如果做到这个有防御力的衣服的话，跨区会比较好过一点点啊。什么秃鹰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哎呦，上去！我们先躲这边一会儿吧。嗯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剩下就是下面的那一层了。What the hell？ 来，决斗啊！嘿，你追得上我的速度吗？嚯！行啊！我们安全了，我们算是叫做安全了。那我们这个好，那我们拿到他的衣服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装扮成。这个警员了啊，哎，那现在的这些警官呢就不会看到我们就来打我们，哎，这个我们在摸工作台的时候被发现了，一个喽，一个的手，好，嗯。应该不能在他面前摸这个工作台啊，这个比较麻烦一点。啊，进去下一层呢，只有这边跟上面。哦，这个记住我的样子了。哈，想要追我，完了没？好，抢了。嗯，那我只要把你敲晕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哎，完全就是打架的一集哦！哦，抢了！嚯、哦，哎，没理由的、啊，我私底下玩都不会这样子啊，莫名其妙。我私底下玩的是
拿到那件衣服之后就没有事的，而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会这样子了。啊，麻烦呢。嗯、啊，我们统一下吧。啊，那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拿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螺丝栓，一个是管子，两个东西，两个材料，那我们就可以逃脱了啊。嗯，还是我的样子太好记住了啊。怎么一堆人都穿了这个警服之后都被追了。嗯，莫名其妙就生了啊。好，东西先捡起来再说。OK。那应该是我都被发现过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吧。嗯，其实我应该一开始就正面尝试把那个警卫给打伤，然后拿到他的衣服。现在好像这个机会过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躲一下，来这边看看，那他会走到上面的啊。嗯，玩着玩着，结果还是变成了这个潜入游戏啊！哎，拿到，那没想到我们东西一下子就起船了啊！先等他走过去，那我们就要利用这边的这个摩托艇啊，来，哦，螺栓 ，OK， 这样子我就逃脱了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那如果比较顺利的话呢，那可能在刚刚那一层呢就打晕警卫，然后就直接就可以再拿他的衣服跟警棍就可以畅通无阻了。那当然除了那一层以外的人呢都不会，就只会怀疑你，那就不会打你，就不会追着打你啊。那我刚刚应该就是、在拿到这个衣服之前就走来走去，所以就被记住样子的啊，我猜是这样子了。那就是这样子，这个监狱的一个逃脱方式比较简单的了啊。嗯，也有一些多人逃脱的方式我也没办法去玩啊。对，那所以就有一些这些逃脱方式我之后上网看一下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攻略啊什么东西，之后我们再来尝试看看，那再把它拍成影片好了啊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逃脱者2的实况再见咯，拜拜。